好，现在是10月5号的早上。那今天呢，在我们经常去做轮渡的那个地方 Tawasan 那边新的一个 Outlet 的商场叫 Tawasan Mall， 就是首日开业的时间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将开车前往商场首日开业去探营一下，跟随我们的镜头看一下首日的现场情况是怎样。